惊喜。哎，还是拆开了。今天头发就一点都不好看，头发好油哦。不猜。看到吗？那些去睡觉的明天要哭，这么夸张吗？不就看不到一个字，不就错过一次深夜直播而已。而且我也不唱歌啊，我用手机就聊会天，然后叫了宵夜，因为刚刚才工作完回来，然后等宵夜，然后吃完饭了，然后就睡觉了。声音很小吗？声音很小吗？不会吧。美食主播，对，没吃东西。啊，还好没睡着。一个啊。那个作品。睡着了呗，还不停停下去，真的吗？谢海鸥煮豆腐贴。今天为什么加速？谢谢寻找自己的七夕办卡。睡着了，被惊醒，一个开播提醒就把你惊醒了，这么夸张的吗？谢一二一九，不喝酒的酒鬼吗？谢谢初吻，谢只不过，谢大家的礼物。我在等夜宵。叶星诺的七夕雀语，承诺。梦想的七夕火箭，借我初六有办卡。外卖到了，太好了，我饿死了。现在是吃播 TV。花香哦，饿了呀！这梦痕的七夕办卡，
还没控制。我现在我觉得你们会饿的，你们会饿的。我吃夜宵是很有诱惑的，饿死了。你们猜我叫的什么外卖？你们猜我叫的什么速度？今天好美，哪天不美呢？真的是，没有叫花家粉丝，我是那种的，我是一段时间很喜欢吃一个东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腻了，然后就要换另外一个东西吃，然后过很久，然后才会想要再吃那个，懂吗？刚准备吃鸡，我就播了，这么晚了才准备吃鸡啊？哦，恭喜1984升级到17级啦！谢大家的太空卡，谢谢烟花里再添梦想。我好近视，我要抽这么近卡。我说话听不清吗？现在来，现在听得清吗？开个警察，这我手机不方便开警察，手机不方便开警察嘞，兄弟。累呀、啊、累呀、啊，蛮累的。这今天是一大早，没怎么休息。外卖叫不到了，怎么会呢？你在哪个城市啊？谢谢峰峰升级到18级了，谢放天猫的7夕办卡。在哪出差？外地。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这个就尬聊一会儿，对呀、啊，我现在也是成一个就是很困然后放空的状态，但是又很饿，就是说吃饱了再睡。又困又饿，对，现在又困又饿。本来准备在外面吃，但是好就算了，回来吃就可以睡觉了。后面吃不安全，因为刚刚我跟你说，刚刚我们在那个坐上车，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在路上，然后看到是一个火锅店还是烤串店门口在打架来着。就那条街都是吃东西的嘛，然后门口就聚集了一堆人在那里。我说啊，算了，现在这个是还是经常叫外卖吧。我怕什么？对呀、啊，而且晚上一般不是外面那些就是喝酒啊什么的人就会特别多嘛，耍酒疯什么的，而且我们都是女生，还没有保护能力。哇，我点了这么多，外卖来了颗星，我继续，我来搜一下。
吃点的。觉得你们觉得这个怎么都算上，好好，哎，好香啊，闻到的香，香死了。恰吧恰，恰饭。饿死了。咖喱饭那怎么可能？我想直接把这个蒜倒进去。对。这个我就倒一个就好了。对对对。哎呀，我的妈！要来诱惑一下你们了呢。这小腿抓起来。别人过呵呵那还算得慢点他两个里面不一样土豆香吗嗯味道好好也不是很辣没有啊我们三个人呢、啊、还有两个妹妹啊三个人又不是我一个人毛肚，饿了呀，我等。
个不是麻辣烫，这个叫冷锅串串。冷锅串串。这个比麻辣烫好吃。巨想吃，真的吗？好好吃。再给你们看个巨想吃，我吃牛肉你们会更想吃。刘海撩撩上去，我嘴巴肿了呀。多吃牛肉，多吃肉，吃肉肉。我不吃肉肉，吃肉肉。香菜牛肉，这里面包的香菜，牛肉里面包的香菜。鱿鱼，看这是什么？记录一下吗？一不消的飞机，是想要的办卡。土嘴剥虾壳。
虾死得很惨，被我这样土嘴包死的包虾壳，还惨吗？还有一个东西，脑花，你们吃脑花的吗？猪脑，吃啥补啥哦。我还蛮爱吃猪脑的。不猪脑壳。这土豆好大。我觉得我好坏，我上来吃个东西然后下播，这不是赤果果的勾引吗？对不对？噎，我有点撑了。你喜欢吃藕片吗？吃藕，吃藕美。这凉糕也好吃，这首歌好好听，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好好听，叫啥来着？叫什么名字来着？
中啊，是你一定要幸福的游戏啊，吃不下了。你看我的脸肿了，你看到没？看我的封面，我脸肿了，我的脸肿呢，好肿啊！我的脸全部露出来了。阿伟的游戏，是吗？胖胖的好看，真的吗？一点都不好看，骗子。是吗？每次吃辣的我的脸都会肿，嘴也会肿，你看肿这么大。嘴好肿，我是不是很过分？本来想的是可以不播的，但是今天就说，哎，化了妆。没刷到还满，没关系啊。我吃完的话，我洗漱，加上卸妆，我差不多消化了。明天只能看情况了。
什么我说不吃了，我还在吃啊？我怎么又开始了？你要去泡泡面了，去吧，去吧。我看到土豆了，我又想吃。真的胖了点啊。因为我吃辣变肿，嘴和脸都变肿。你怎么那么喜欢土豆？我就喜欢吃土豆啊，超爱。我之前点麻辣烫，我全部点的土豆。肉啊什么都不点的，就土豆，点20串土豆。这有一盘，真好，那太好了。韩国土豆的味道能一样吗？我要吃的是麻辣烫的，麻辣烫里面土豆的味道。那没了，我点了9串土豆的。肉太贵了，只能是土豆。留点给我妹妹，她说她减肥。还有呢，还有很多。不是。我现在嘴巴好像占了我脸宽的多少，1/3有没有？哎呀，肿了肿了，笑死了，真的有哎，你看1/3。嗯，是吧，肿了。凉糕。
法了，变可爱了，哪有骗子？嗯，我准备下播了，好困，又困又撑，真是。我会不会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睡着了？会吗？没有沈姐姐，唱不出来。都说了不唱歌了呀。错过了这么美丽的画面，你不是在吗？直播睡中算了，我怕你们就是这是半夜三更的，我就不吓你们了，好吧？都哪天想不通了再吓你们啊！拜，晚安，早点睡觉吧，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拜拜，半夜惊喜，还是拆掉了。今天头发就一点都不好看，头发好油哦。睡觉的明天要哭，这么夸张吗？不就看不到一个，不就错过一次深夜直播而已。而且我也不唱歌啊，我用手机就聊会天，然后叫了宵夜，因为刚才工作完回来，啊等宵夜，然后吃完饭了，然后就睡觉了。声音很小吗？声音很小吗？不会吧。美食主播，对，没吃东西。啊，还好没睡觉。等一下啊。那个照片。睡着了呗，还不停停下去，真的吗？谢海鸥煮豆腐去。今天为什么加速？谢谢寻找自己的七夕办卡。惊醒，一个开播提醒就把你惊醒了，这么夸张的吗？谢一二一九，不喝酒的酒鬼吗？谢谢抽问，谢直播过，谢大家的礼物。我在等夜宵。那星诺的七夕
雀语承诺。梦想的七夕火箭，借我初六，要办卡。外卖到了，太好了，我饿死了，现在是吃播 TV。花生哦，饿了呀。对梦恒的七夕办卡，还没看完。我现在我觉得你们会饿的，你要费饿的。我吃夜宵是很有诱惑的，饿死了。你们猜我叫的什么外卖？你们猜我叫的什么速度？今天好美，哪天不美呢？真的是，没有叫花家粉丝，我是那种的，我是一段时间很喜欢吃一个东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腻了，然后就要换另外一个东西吃，然后过很久，然后才会想要再吃那个，你懂吗？刚准备吃鸡，我就过了，这么晚了才准备吃鸡啊？哦，恭喜1984升级到17级啦！谢谢大家的太空卡，谢谢烟花里赞，谢谢梦想。我好近视，我要抽这么近卡。我说话听不清吗？现在来，现在听得清吗？开个竞猜，这我手机不方便开竞猜，手机不方便开竞猜嘞，兄弟。累呀、啊、累呀、啊，蛮累的。所以今天是一大早，没怎么休息。外卖叫不到了，怎么会呢？你在哪个城市啊？谢谢峰峰升级到18级了，谢放天猫的七夕办卡。在哪出差？外地。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这个就尬聊一会儿。对呀、啊，我现在也是成一个就是很困然后放空的状态，但是又很饿，就是吃饱了再睡。又困又饿，对，现在又困又饿。本来准备在外面吃，但是好就算了，回来吃了就可以睡觉了。后面吃不安全，因为刚刚我跟你说，刚刚我们在那个坐上车，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在路上
然后看到是一个火锅店还是烤串店门口在打架来着，就那条街都是吃东西的嘛，然后门口就聚集了一堆人在那里。我说啊，算了，现在这个是还是经常叫叫外卖吧。一般不是外面那些就是喝酒啊什么的人就会特别多嘛，耍酒疯什么的，而且我们都是女生，还没有保护能力。哇，我点了这么多外卖来了，开心。我进去，我来搜一下。里面吃点东西，觉得你们觉得这个冷锅串串好好的，哎，香啊，闻到香，香死了。恰吧恰，恰吧。饿死了！咖喱饭那怎么可能？我想直接把这个蒜米倒进去。对，这个我就倒一个就好了。哎呀，我的妈！要来诱惑一下你们了呢。这小腿抓上了。练过，哈哈，那还是那样的。他两个里面不一样的。土豆儿，香。味道好好。不是很辣，
没有，我们三个人呢、啊，还有两个妹妹啊。三个人，又不是我一个人。